我覺得 hip hop 就係做自己咯，然之後跟住佢係一種生活態度咯。我唔係講緊話我一定要好型，一定要呢路路。我覺得好多你真係喺 hip hop 呢個態度入邊生活嘅人，就會自然會有呢種，我覺得係有少少攻擊性同埋野心，同埋一種勤力。即係想做到一啲嘢嘅心咁樣。想問空得啦層樓，社會係咪有保證？地鐵站 B boy 食票兩邊嘅粗口嘴型，經過天真爛漫陀螺嘅 B B 彈。即係我都即係有嘗試下試寫下慢嘅流行曲嗰一類。咁其實好多時佢要好文藝啊嘛，但係有陣時其實我會想最係街頭市井你會聽到嗰一句嘅方式講出嚟咁樣。即係好多人會覺得 flow 就係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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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即係。一粒啊，跟住咩壓啊嗰啲，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你每個人講嘢都係自己 flow 噶嘛，有啲人講嘢就係咁樣，有啲人就唉唔好玩啦咁樣，即係佢講嘢都有個 flow 啊嘛，咁我覺得你要用翻自己嘅 flow， 即係有啲人講嘢就係咁樣啊，咁佢哋寫啲咁，即係俾你聽聽，俾你咁樣，即係咁佢玩過一定勁過你噶嘛，咁我覺得我用翻我自己嘅 flow， 用翻我自己嘅詞去堆嗰樣嘢出嚟，即係做一樣盡量最自己嘅嘢啊嘛。有好多人佢會覺得你一定係講某一件事，有啲人即係會覺得即係可能你要好有技巧，要好多 punchline 呢路路咁樣。但係我自己玩《孫子兵法》嗰種咧，因為佢係 trap 得嚟係小字數嘅，咁我覺得你好似 Migos 嗰啲 bank job 啊 ，job top 咁樣，即係幾粒字幾粒字嗰啲咧，其實你攞廣東話做咧係好尷尬啊！我落樓洗頭咁樣，即係完全係冇嗰陣味。我就覺得如果你要小字數飛出嚟嗰啲咧，你就一定要寫到靚字。咁我就索性就直接做嗰個 style 啦。咁我起碼我將佢堆到好似啲古代嘢嗰啲詩咁樣。即係如果我每粒字拆翻開嚟睇下靚嘅話，咁我咪可以照玩呢一種 style。但係你又去到嗰樣嘢嗰度，所以就砌呢件事出嚟咯。驕雄亂世畫地，為江山為名畫利，為兵城傳統的傳承，坊間朝廷傳承擁兵自顧，單手當百臂掛用匹夫。其實我覺得諗鏡諗組織方法多啲咯，即係孫子墨香周接案法，即係你第一個鏡頭係我畫緊嗰張紙，第二個鏡頭已經 zoom 完，跟住兩座山，跟住中間有條河，跟住有啲船泊喺度，即係走過三巡咁樣嗰啲，即係一個長鏡頭望成座山，一個近鏡頭戰場上邊嗰啲沙塵滾滾咁樣，即係最緊要你砌到嗰個鏡頭出嚟，咁你砌到我想。咁樣去堆砌呢件事出嚟，咁我中間，我查字典又得，我自己上網揾資料又得，咁我覺得中間個過程又唔難，因為我覺得可能 hip hop 同埋市井唔係香港嘅主流啊，咁但係我生活喺呢個世界啊嘛，但係我唔知啦，有啲人可能40歲50歲，佢認識嘅香港就係、是可以錫下英女王隻手係最高咩係我坐大班椅咁樣，即係有啲人就覺得香港係好高級嘅呢度，但係唔好唔記得，其實香港有成一半人係可能係講緊呢啲嘅尿皮啊、督卓啊，即係呢啲咁嘅市井用語，同埋我覺得呢啲係廣東話正嘅位置，即係你好多語言都表達唔到呢樣嘢，你要用音樂養音樂就係、是可能我哋唔係玩緊，即係冇咁藝術啦，係啊，我哋要。你做出嚟的音樂要大到你可以揾翻錢翻嚟，俾你繼續做呢件事。如果唔係，你只係喺度虛耗緊啫嘛。你等緊30歲出去翻 full time 啫嘛。但係你如果你想靠你個音樂可以繼續做音樂嘅話，但係你出嗰個音樂出嚟嘅時候，你就要考量多好多嘢，或者你覺得你呢一個水準嘅嘢可唔可以做到你日後想要嘅生活啊？咁就會加好多嘢落去。總之就係要嗰樣嘢勁啲、勁啲、勁啲咁。天光響，大風起界一多麻甩佬將，平均60歲有南亞樣，問我要唔要風雨坐一堆。是正啊！香港 hip hop 依家成件事是正，然之後跟住，同埋大家都開始有方法去揾食啦，係啦，即係
開始知價，開始知道自己價值喺邊啊，然之後可以開始有啲人去 group 埋一啲producer 嘅 club 咁樣，即係你會有翻個正常嘅收價。同埋以前我想拍片冇嘢好拍，讀 DI 拍功課咁樣，拍完冇啊。但係依家你想拍片，其實大把 rapper 需要人哋去拍 MV， 跟住咁我一個愣住嘅時候，又愣化妝、愣剪片、愣即係個產業開始上嚟咁樣咯。我覺得個 What's Good Music 出賣就仲好啊，同埋就幾年前。你玩個 Cypher， 你由到尾嗰幾條友啫嘛，跟住 Cypher 就係、是、可能錄音好差嘅，然之後跟住全部都 boom pat 喺度鬥，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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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快咁樣嚇，然之後都勁嘅。喺幾年前嚟講係勁，眨眼間三年過去，你近排紅爐火嗰個十強嗰個 Cypher 你有冇睇？全部新面孔，但係嗰個 Cypher 你會見到喺度鬥緊畫面，即係十個人入揾咗十個唔同嘅人鬥畫面、鬥 mixing。跟住鬥佢哋嘅 rap 嘅 flow 啊，無啦啦轉咗下一個係同你玩 auto tune， 我就係諗到啲你諗唔到嘅 flow， 不過我係慢嘅，即係仲要重點係大家都咁勁嘅時候，全部都係新面孔咯，所以我覺得依家係已經係直線上升，同埋有啲即係好似阿大仙佢揾嗰個 producer 整 beat 嘅，即係仲佢揾咗好多個入邊有個好勁好勁嘅僆仔。佢整咗整個 beat 未夠十八歲啊，簽唔到嘢，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之後會係更加誇張。Hip-hop 啲講嘢真實，咪兩嘢變卦，文化替做我大個替做文化，植根於地下。